我这一生呢，这困苦艰难当中，也是给诸位表法的，做出来给大家看的。很多人问我，想做功德，做一点真实功德、大功德。我告诉他，护持一个人，无论是在家出家，照顾他，让他一生专攻一部经，这个功德比什么人都大。为什么呢？你帮助一个圣贤出世，一门容易得定。他不胡思乱想他这所思所想不出这个经论的范围这就是把妄念呢排出去了有个3年5载，肯定得念佛三昧，他就得定。得定之后，有个3年5载的时候，肯定开悟。纵然不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能够大悟。大悟就不得了了。我们祖师大德当中，大悟的多，彻悟的太少了。真的是人天师。所以能有机缘帮助这种人，成就这种人，这是第一大福报。第一等的好事没人干，那什么原因呢？福报不够我想做找不到人谁肯干？那找不到人，有那个人呢，找不到语言，找不到护持的人，这两个碰到可不是简单事情。两方面都真干，一个是真干，一个是真正护持。护持一个就不得了，那护持3无功德得了吗？护持一个，那个功德，如果在人间，人亡；要护持3无个，那个功德是天亡，那不是人亡。不是真正了解，他不会真心干这种事情。要真诚心去做。